分子日，也是六月的第一个星期。欢迎大家回到我的家。圣经中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。孝敬敬老，我们为了坚持日期，延迟支教主日，就是六月十号。请继续购买孝敬敬老晚会的部分，邀请亲朋戚友来参加。当晚将有汤文斯牧师的诗歌布道会，千万别错过一个分享福音的机会哦。Amen。了，哎，这本不是上次牧师介绍我们看的那本书哦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原来是他呀。是的，就是这本《亲爱的，别把上帝缩小了》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少一点需要人，多一点爱人。当然，这本书的可读性也非常的高。这本书还告诉了我们惧怕人而将上帝缩小的后果，当然他也提出治疗怕人的处方。对了，还有这本书《一村一村传福音》，我国独立后西教士被迫撤离华人新村的工厂，如今上帝兴起了许多本土工人进入新村，进入原住民，进入非法牧务区的印度人，福带穷人弱势，建立教会。这段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美丽故事您绝对不可错过。还有就是这本《敬意万语》，这本书呢是由万人中富有奇异恩典的人，也就是万富奇牧师写的。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安静回忆万事中的新言新语吧。哎，主持人，这书哦不错嘞，这样就读咯。 OK， 不要读到睡觉嘞。才不会嘞。哎，叫我不要睡，他自己都睡觉了。我要叫他起来。哎，起来啊！小本的谁记了？这个星期将有一连串的营会，请大家帮忙带导。参加少年大会《心地启航之学海无涯》的弟兄姐妹注意了，请在六月五号上午一点在南华族中报到。国度复兴特会的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注意听，请在六月六日早上牧师证在 SS 门口集合，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，来见证马来西亚的复兴。M4J 各位可爱的家长们，凡是参加海底世界儿童生物营的小朋友，请在六月七日早上八时证在开垦纪念堂报到，请携带您的水壶、铅笔盒和水彩等。佩云，你们做十一奉献的？没有哎。啊，你懂十一奉献很重要吗？圣经上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记载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不用紧，赶快向牧师索取你的十一奉献号码就可以了。哦，让我们一起积极响应十分之一奉献吧，将应当还给神的归还给主吧。Amen。在当天六点半，在格尼斯华小冷气大礼堂将有一场感恩爱宴，
一张票是售价35令吉，同时你也可以成为赞助者，一座是350令吉，赞助者将获2张的门票。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向李丽玉姐妹索取。让我们再次为三一堂新堂建成向神献上最大的感恩。神就像一位建筑师，当你愿意全然献上，他必会改变你，塑造你。你们看，多壮观的建筑物啊！神一样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奇妙的事。Amen。Amen。哟，让我们请预备心来造我们的神。将你最大的掌声和欢呼声献给我们的神。